啊，恁当时回来哈，哪有拢无讲啊？杨林啊，你看遐开面来青顺顺，啊，这么人落咧无爽快，搁来四处拍拍走。恁要出国去予医生看，我爱甲我讲一声，我嘛听过陪你去啊。你万一要是安怎样，我是要安怎就好啦。哎妈，是的啦，是我想了无够周全，害恁为单了操烦。客户啊，阿爷就是惊你烦恼，唔才选择要温暖你。这哦，嘛是对你的体贴吧。啊，是讲阿爷最近哦，运势确实有较低啦，啊，身体吼嘛真虚。这边哦，佫为着超强哦，对母家甲朱丽萍哦下跪赔罪啦，啊，真正有较为难伊啊。讲话莫安尼正口倒下，想要兴风作浪。阿强伊是囡仔咧耍大车，伊毋是超过伊个，伊妈无害人的心思。囝若无晴天，哪有可能拢无代志？拜托个，看无讲超强倒位唔好啊！我是咧关心阮阿兄，不忍心伊啊。管阿家小金，总裁甲夫人已经感觉真艰苦啊！你阁超过伊讲这话，来刺激老夫人，会烦恼。你啥意思啊？你家己过去，害人放火，无一项检查，老夫人敢有责备你？伊嘛是同款，该救你，收留你。而阮这外人看到伊安尼对你情情激动，实在是烦恼，敢咪伤过自卑哦？你即嘛是安怎？看到阮客户的感情，敢是你会当伫个遮去一嘟嘟的啊？所以咯，总裁甲少爷的代志，万袂得到你来批评啊。即卖老夫人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你就要好好啊珍惜，感恩，唔通真像一尾毒蛇，颠倒上尾，咬人一嘴。我只是关心一下啊，啊连姐哦，你嘛会当找着话句甲我讲哦。嗯，我知啦，杨某教阮好啊，从即卖开始，我点点。妈，是嘞，这个是我算过头啊。我要爱你，记得你今仔日所受的侮辱，凶感觉。恁爸爸为着你，刚跪落来的时阵，伊就是这款的心情，你都爱记。以后你不管做什么代志，你一定要想真清楚、真清楚，才通去做。唔通阁像今仔日安尼同款，遐尔懵懵懂懂，知无？阿妈，我知。阿妈，超强一直会记咧，即个会假死，你莫阁受气啊！超强，以后袂当阁靠阿公留落来发誓，遐个物件若是无细理，唔但害着别人，嘛会害着你家己。你嘛无想要甲阿公的名声毁掉对无？我知，我先等下放心啦。先替恁爸传一杯乌豆酒泡丹参，虽然药味较重，也不过会当舒筋活血，安尼会较好困。暗时饮乌豆酒泡丹参才困的路面，这是道生过去暗时所养成的习惯，只有我甲道生才知影的代志，是安怎王文金伊会知影呢？文金啊，什么乌豆啊酒，我拢唔捌听过呢，阮家敢有这种物件？干嘛呢？啊，总裁要困的时阵，唔是拢会饮一杯？金啦，哈，这我来处理就好啊。你今仔吼嘛辛苦啊，先等下休困啦。啊，老夫人、总裁、夫人，我先来等啦。妈，我嘛先去忙去啦，你较早休困。好好。
不是，你到底是在比什么？你敢真正不知道超强在在比一些奇奇怪怪的法术？咱只是有翁仔无名、无翁仔无行的夫妻，咱实在过了十年呢。我的个性还有习惯，你敢会不知道？我会去舞那法师，那绝对无的嘛。结果你竟然相信陈忠信遐人讲的话，倒来质疑我，我是还感觉真切心呢。因为我心肝内知影，这件代志跟你一定有关系。地平姐也有讲过，这个障眼法一定要有青天的青狼会，才有好的下手。啊，若无绝对无可能会成功。别人唔知影超强还佫有青天的关系哦。啊，不过你足清楚的，一定是你摕超强的血来对付青天，对无？是不是我讲安尼？你莫在胡白乱要啦！安尼做对我有甚物好处？我胡白乱要，你愈是安尼，我愈较确定，这件代志绝对是甲你有关系啦。你若无想要承认嘛无要紧，啊，不过话我嘛是爱讲。虽然一开始我有答应你，会替你隐瞒超强的身世，啊，不过你若是敢利用超强对你的白眼睛，让伊做一挂伤天害理的代志，甚至害伊两个亲兄妹互相战杀，就算讲爱我摕我这条老命，我嘛甲你赔。你上好是继续弄下去啦，啊！直接甲超强哦给插起来，让伊知影伊家己身世。而且这几十年来哦，我嘛无亏待过伊啦。我这个做老爸哦，伊嘛无贪嫌的。妈，无恁两个即马是安怎？你讲到大细声，你先从厝内面人拢莫困哈。我无在就较冻啊。恁拄则咧讲的话吼。我也有听到一挂啦，秀兰，中年人养爸确实是无佮意风水法术的代志，伊就计生气啊。而且这几年来，中年为着要感觉兴旺，所以唔再去拣命理、八字来咧研究啦，尔。妈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中年真正有去学这款邪术？是甚物邪术啊？我就是因为知影讲这命理八字，就是要改善人生，啊，让人生哦会当较顺利的，安尼做参考啦尔，并不是讲哦要去提伊来害人的邪术。所以当初时，我才答应中玲，将你这有地桥后囡仔的查某娶入门。阿妈对阿母来找阿伯要创啥？我心是晴天的神武殿的代志，超强不是已经坦白是伊做诶，拄则嘛得到大家的谅解啊。敢讲，阁有其他的秘密？不管伊要完成什么人生的大事业，伊都袂当因为超强不是伊亲生的，就叫伊违规擅作。那年我以后，都袂阁掠这条，来叫你给我一个交代啊！我敢有听唔到？超强不是阿伯亲生的，啊，不过阿伯一直拢足疼着超强的，阿母哪会安尼讲啊？你的心肝还较大牛气呢？中年对阿强感觉无够好心，嗯？阿强这个囡仔遐爱耍，阁无定性哦。中年阁欠予伊机会，阁拍算讲以后要将公司来放予伊哦。你可讲伊是来利用阿强？你还给你一个交代，这种话你也讲会出嘴？无出是做人太太的人哦。你的翁婿即卖人咧无爽快，你无好好啊休困，我直直甲乱，直直甲乱。啊，无怪人伫咧讲吼，娶着歹某一世人啦，因为咱袂亲情啦。中林，你去厨房休困啦。啊！若无，你早晚这查某折磨了，折磨到死啦！妈，你发了偌久？我警告你哦，中年身体若啥物死较惨，你袂去袂？
公平啊！你若是想要听话我这个自私的妈妈，我绝对袂有第二句怨言。阿杜，拜托你，你再慢慢保佑着我的查囡。阿公话好心思想好无？伊真正是无辜的，我拜托你。凯伯，这边日本料理袂歹吼，伊唔呐吼食材拢真新鲜呐，而且哦师傅哦手劳过油，所以哦我想要跟你做位分享。哦，武雄，捌带你来过吼。嗯。那武雄对你，嘛甲你照顾啊真好啊，哦是不是吼、哦？就带你来吃好料的，伊嘛无亏待你啊。哎、欸，你煞想要甲母甲毁掉？哎、欸，这顿饭你食会落去哦？你拢袂哪食哪想起甲母甲有关系过去哦？你都食了已经讲啊，这拢是过去啊，想要是要创啥？哦，不怪哦，你陪陪人的时阵哦，拢真顺嘴啊，那是因为哦，你记得歹。对广温培这些字哦，拢无感觉。那呢哦，我要跟你提醒哦，我是真欢喜有跟生人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啦。啊，不过刚刚讲，你嘛是有学历史的人，确实讲哦，那是我凭着一丝丝啦，无共心的气味，那呢？我需要收回来对你的宽容哦。凯伯啊，你放心啦，你会当用我跟你坐同一只船哦，我都已经超感恩的啊啦。我一定会哦，遵照你对我的教示，而且我保证，你的秘密哦，我一定会弄在包肚内底，绝对袂让任何人破坏咱这只船航行安全。哦，哈哈哈哈，唔通是唐僧嘴，偏生心就好啊！啊，凯伯，你别烦恼啦，你交代我的代志，我唔是乖乖照办啊。其实找你出来吃饭哦，是有一项好消息要向你报告啦。实验室哦，一定有通知我啦。伊讲小雨佮超越君子佮软子。已经成功培养出胚胎啊！阿姐要找时间哦，把胚胎植入在超越的身躯顶。是够，凯伯啊，你得当美梦成真啊！哦，你真好呢，哎，比我暗算时间搁较紧啦。这卡电哪管哪有心哦，哎，我这压力哦，就减轻真济啊。会当替客陪分忧解劳哦，这是我的荣幸啦。俺大家是一家人啊，啊，你的身体若无法度继续支持落去，我甲客户是要怎会当安心啦？客陪啊，你放心啦，我会找时间哦，甲超越约出来，一定会完完满满，甲这件代志处理好势。哎，这下就唔免麻烦你啊，那我对你哦。你去提防心啊！你若出面哦，难道误事啦？哎、欸，我计划若因为你甲破坏掉，我是绝对会去躲的哦，唔通？凯伯啊，嗯，啊，这件代志你无要交给我处理，是要叫谁去办？从无可能是叫客户去啊！啊，是讲凯伯啊，你怕什么？家己处理？啊，这你就唔要烦恼啊，我会找文根处理。金哦，那你咁好，伊这人个性真刁滴，佫真正义。佮再讲啊，超越佮伊查某囝是好姊妹仔伴呢，伊哪可能答应你去对超越出手？我自有方法，让文君为我所用，回得啦。你就好啊，佮伊配合，